我最感恩最感谢的就站在我左边，不是进账把一个过冬盘打来。好，我向朱主席致歉，应该是四月份的大部分民调跟五月份的民调，对不起，这个不会。在地位，所谓和平友，在电视机前面的国人同胞，以及还有在网络上的所有的朋友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谢谢。愿意见到，好，我向朱主席致歉。是应该是四月份的大部分民调跟五月份的民调，对不起，这个不会有结果的。好，我向朱主席致歉。是应该是四月份的大部分民调跟五月份的民调，对不起，这个不会有结果的。我的讨厌，我向朱主席致歉。用污蔑的方式，绝对不是我们今天愿意见到的。好，我向朱主席致歉。是应该是四月份的大部分民调跟五月份的民调，对不起，这个不会有结果的。好，那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我的讨厌，我向朱主席致歉。用污蔑的方式，绝对不是我们今天愿意见到的。好，我向朱主席致歉。是应该是四月份的大部分民调跟五月份的民调，对不起，这个不会有结果的。好，那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我的讨厌，我向朱主席致歉。用污蔑的方式，绝对不是我们今天愿意见到的。好，我向朱主席致歉。是应该是四月份的大部分民调，绝对不是我们今天愿意见到的。好，我向朱主席致歉。是应该是四月份的大部分民调跟五月份的民调，对不起，这个不会有结果的。绝对不是我们今天愿意见到的。好，我向朱主席致歉。是应该是四月份的大部分民调跟五月份的民调，对不起，这个不会有结果的。今天愿意见到的。好，我向朱主席致歉。是应该是四月份的大部分民调跟五月份的民调，对不起，这个不会有结果的。好，我向朱主席致歉。是应该是四月份的大部分民调跟五月份的民调，对不起，这个不会有结果的。民调是每一份都是真实的，对不起，所以我经得起所有的考验。我向朱主席致歉。用污蔑的方式，绝对不是我们今天愿意见到的。好，我向朱主席致歉。这个发言是应该是四月份的大部分民调跟五月份的民调，对不起，这个不会有结果的。非常有。好，那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这个发言应该是四月份的大部分民调跟五月份的民调，对不起，这个不会有结果的。